那个，我妈跟我说了，她其实并不反对苏秦住在这儿，真的。我知道啊。哎呀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怕你误会。没有。苏秦这孩子吧，从小就特别懂事，他就是怕打扰咱们。坏了。 他要是住在你那儿，那咱俩之前那房子他不就知道是借的了吗？我早就想到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我都给自个儿发誓再也不回那儿了，结果把我妹妹又给塞进去了。这个吧，都得有一个过程。没事，闹吧啊！有机会呢，咱们再给他换一个更好的，你说呢？ 我妹妹这个人特别轴，她一旦认准了，她就不会改变的。行了，别想了啊。原来，这就是姐姐过去的真实生活。一直住在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房子里。 要精打细算每月的开销，和男朋友3年恋爱，却直到结婚才进了他的家门。我还和家乡所有的亲戚一样，都以为他在北京生活得很好，却不知道他一个人在这里要背负这么多的压力和心酸。其实也是。 太贵，那没办法，这地段就这么贵。我跟你说，现在要找一合适房子，比找一个像我这么厉害老公都难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哎，别住了，找这种中介你还得多给房租一个月的房钱，何必呢？走了走了。不是，哎，姐，啊，快点，我都饿死了。哎，怎么样啊，今天？ 挺好的，是吗？我投了23份简历。哦，我觉得嘛，你可以再网上再投一些。哎呀，我也想过在网上投啊，后来我发现所有人都在网上投简历，那公司我想肯定都报了，谁会仔细看呀？嗯，像我这样呢，面对面的跟别人交流，我这23份简历呢，就当面试了23次啊，这算不算会大一点嘛？回头我给你姐夫也问问，我们的朋友，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以介绍给你。姐，不着急的。 反正我觉得，我想先自己找一找，这个找工作呢跟找房子好像是一样的，失败几次呢就当吸取教训了，以后啊就知道怎么判断了嘛。<笑>只要心里有这股劲儿，一定没问题的。来来来，来，预祝你找个好工作，谢谢。哎，老婆，嗯，你这找个人租房靠谱吗？ 我跟你讲，个人租才靠谱呢，省了月中介钱，而且我们同事都是这么租的。哎，你快来快，快来呀！过来，你看看这个，我看怎么样？哎呦，嗯，这装修得也太好了，这得租多少钱呀？你不能光看图，看图没用。 那我觉得这个地段和户型还可以。哎，回头我再多找几套，明天咱们一起去看看，你觉得呢？可以。行了，你赶紧歇着吧，我自己找吧。嗯。不会太晚啊。啊，知道了。
我觉得这小区环境还挺好的，但是老婆，我觉得这种楼肯定是没电梯的。啊？嗯，没电梯就没电梯呗。你看你现在瘦成什么样了，就应该强身健体。不，行，先看再说，走。 你好，哎，我们打电话看房子呢。哦，你们来停快，随便看，来，我要换鞋吗？不用，你看看。哦，随便看，啊。这窗帘什么的全都给我们的是吗？这都给你们，这窗户是这里面的事儿啊。画还挺好看的啊。是，这画干嘛？哦哦哦哦。 怎么样？我这房子可以吧？你看啊，这家电设施齐全啊，你们两个拎包过来，就能幸福，而且这价格还不贵，每月才4000块钱了，押一付3。嗯，那个，我觉得这个房子也就还好吧，也没你说的那么好啊。我看隔壁有一个小区里的房子。 这房子啊，我都知道能和我这比吗？你看看这事儿，哎，算了，我多漂亮啊！那行不行？顶多就是一个硬塑料啊。不，就是人复合的什么什么，你裁量。对，这你就不懂了。那十亩家就贵呀，它每月最少5000块钱呢。这么贵啊？那是这我都知道嘞。还有，你这可是8楼，我刚爬上了，我现在腿还抖呢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太高了，这个。对，就这点缺点啊，8楼10就7楼，没有4楼。你们年轻人，那早上还小跑呢，练早操呢，你们就锻炼身体了，很多好啊。对呀，老公，你说这，哎，你说这顶楼，那夏天下雨会漏水啊。嗯，啊，这你放心啊，这楼顶做的防水好着呢，再说了啊，这北京
我们再考虑考虑也行，但是我不能保证你们再考虑好了再到这儿来，这房子还有没有了呢？没关系，大哥，我们呢先再考虑考虑，而且那个隔壁小区我们还接着看房子呢。那个，谢谢大哥啊，走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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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哪有这个价？那不给就算了。嗯，成，三千五就三千五，我看你们两个挺老实的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。这行，那咱看看厨房。哎，对，厨房这，行行行，别看，好，好着呢，可好使了。妈，爸，回来了啊。房子看着怎么样啊？那个定了。哎呦。这一天看房子累了，发现比上班累多了。怎么这么快就决定了？为什么不多看几家？看了。那个房子啊，还挺实惠的，大小适中，而且地段也还不错，关键是便宜。月租多少钱？3500。你过去租的那个房子我看过，是不是也是那种水平的？雪芝，哎呀，我是为他们好。 你们现在可是两个人住了，如果再跟别人分租，这就不太合适了吧？行吧，您放心吧，您儿子办事您不放心啊？我跟您说，一个月3500，独门独户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爸那个理念，位置，位置，再位置，哎，交通方便，对吧？行了，孩子，你觉得这么好，也就不管那么多了，又不是你租。哎呀，我管我儿子，你老管我干嘛呀？好了好了。 咱们把丑话说前头啊，既然你们俩都这么定了呢，我也不想多说了，就是以后别常跑回来跟我诉苦啊。不会，啊对了，我们想这周末就办。这么快？好，随便。赶紧洗手，吃饭吧。好，吃饭，走。哎呦，这饭好饱啊。 明哥，我听说你搬出去住了，啊？你是不是在我们家装窃听器了？我呀，不止在你们家装窃听器，我呢还在你们家装摄像头了呢。你全身上下的隐私都看见了？真的假的？不懂。那你是不是特羡慕你苏静姐？不是我呸！不要脸！ 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是你是不是特羡慕你苏静姐找的这么爱她的一个老公？我有什么可羡慕的？以后呀，我还会找一个更好。哦，是吗？那这个人上辈子得做什么孽呀，找着你啊？那么讨厌！哎，说正经的，是不是我以后能不能经常见到你？这不正好吗？ 你看，你跟你干妈关系这么好，我们搬出去正好不打扰你们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是不是缺什么东西？有送你的。不用。不是，您这没事一出手就是50英寸大彩电、家庭音响什么的，我们可接受不了。这不是家庭必备的东西吗？这就是差距。 我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无忧无虑的小姑娘，我是男人，我需要养家，我需要修身齐家治国，懂吗？你写诗呢？听不懂啊？听不懂。我说这意思就是，你的好意我们领了，但是呢，你最好把这心思呀放在工作上，然后你看，跟其他同事多交流交流，别老黏在这儿，知道吗？ 我不，你不知道，我在所有的生人面前都视作无睹。我只对熟人才视作家人。你应该感到很荣幸，因为我已经把你视作家人了。<笑>家人，<笑>很荣幸。工作去。工作什么呀？你看人家没人工作，现在是休息时间。那我现在需要休息。哦，那我就跟你一起休息。 看来是我上辈子作孽了。不是你做什么孽了？你跟我说。不是这不是正经。嗯。
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一楼的活动出了状况，本来安排你们今天在这里面试的，现在只能改期了。怎么这样啊？人家等得这么长时间。具体时间我们会另行通知。我是等了一下午。活动的志愿者还没到，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可以留下来帮个忙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您请便。哦，是咱们一个组吧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有事，先走。好好，慢走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我正好没什么事儿，要不我帮你吧？好的，来吧。街上也太紧了吧！骗我们来面试，这明明就是当志愿者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一会儿就走，我才不在这耗着。我也是。你好，先生，请进。哎，这边请。李总。哎，那我慢点啊。我也来捐点钱啊。慢点。只剩下四个，对，其他的都找借口走了。让他们来面试吧。我的钱丢了！没事，大哥，你一个小时我注意点。哎，你是不是放错口袋了？不是，再找找吧。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，我把钱揣上了，一会儿想捐出来，怎么就没了呀？别着急，好好找找，好好找找。我确实是带来了，刚才进门的时候还在呢，现在这会儿就没了呀。大伯，大伯，你确定你带了吗？我带了，216块钱，是我捡瓶子攒了一个月才凑齐的。是不是早上把衣服放到旧衣服里边去了？没有啊，我这不是为了捐钱，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他把钱给弄脏了，这钱没有了。别着急，我帮您找啊，千万别着急。我注意点。您救不了，我们都帮您找啊，大伯，救不了的。我想。捐献点爱心，这没了，我这捐不了。你看是不是裤兜里边？这钱没了，我想捐点爱心也捐不成了。这可怎么办？大家都帮您找的。大伯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的钱哪儿去了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啊，这是您的钱，你看，找到了。啊，这不对呀。我的钱，我记得清楚，是2张100的，1张10块的。还有3张1块纸币，2个1块的是硬币，还有10张1毛钱的呀，这不对呀！不可能这么巧，这就是您的钱，216块钱，没错的。这可能是别人的钱，来，不是我的，我再找一找啊，这不是我的，可能是别人的钱，不是我的，我再找一找。明天叫他来上班吧。好的。这儿啊，来来来，帮帮我，我知道，来我来，不，行，我行，就我就说不让您来，不让您来了，没事，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哎呀，这小区环境还真挺好的哈。哎呦，你们这是住几楼啊？顶楼。一共有几楼？咱们就住几楼。哦，好。来，妈，好啊，一会儿啊，就看着车，我们往上拿。对，没电梯，没电梯，哎呦，那我当锻炼身体了。没事，走，我来都来了，赶紧上去看看。走吧，王队长，王队长，妈，你拿这盒可轻。我，哦，这老公，走嘞。行吧，你别闪了啊。哎呀，好，行，问题太差。哎，我知道，我这儿有老板，来，我泡。来来来。
来，哎呦呵，那个谁，妈，好，您歇会儿啊，哎，你们都歇会儿，这个。底下还一箱子，行行行行行，这过去是幼儿园吗？这么花里胡哨。妈，你随便看看。哎，这房子还行吧？啊，说起来，我给你商量事儿啊。嗯，这房子呀，都涨价了。我这也得讲，不多，就涨300。涨价？啊，你这我们合同上签的是3500，你现在要涨300，你这不是抢钱吗？我们这片的房子都涨价了，不是你我一家涨。怎么回事？他要涨价。哎。你们没签合同啊？那是签了，但是我们现在小区这一片都涨价了，就我还在跟着涨啊，不多就300块钱。算了，我们不住了，这房子你自己留着吧。不，合约上怎么写的？一旦一方违约，是不是要负责赔偿？对不对？但是合同上没写这一条，大不了我把房子定钱退给你。要是你们加钱了，你们家再住；要是不加钱，别说了。给你加，妈，爸，孩子大爷有点糊涂，你出去吧，出去。哎，怎么着？忙，走了。没，我走。慢点，再待会儿呗。忙。强盗嘛。行吧。什么情况？哎，什么情况？你签合同怎么也不看呀？好了，你别送了啊！不，我送你走。不用，我出门打个的也很方便，不行的话我就坐地铁啊。那干嘛呀？不是我，好多东西等着收拾呢，你赶紧上去吧啊！哦，对了，这东西给你，孩子。什么呀这？苏锦他妈给了我10000块钱，这钱也是你们的，房租又被加上了，所以用钱的地方多了。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们那儿有钱。别跟妈客气啊。两个人过日子，花钱的地方多了，这我知道。那个，自己好好过吧，没事儿回去看看我跟你爸。啊，我走了。嗯，走了啊，孩子。你慢点啊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公司呢这一层分好几个区，这边呢都是，啊你好，都是行政区，大部分都是女人，眼镜从来都不会拿下来。嗯，新来的。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永远不要和戴眼镜的女人说话，她们不会带你去消遣娱乐，但是会在背后说你坏话。带你看看别的。这层呢是销售，高薪，大部分都是男人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千万别看他们，他们不但自以为是，还喜欢自作多情，其实啊，什么都不是。你照他们那样，我跟你说，这种男人千万不能信。来，再看看这边，这块呢是策划部和客户经理部。公司最有价值的人呢，都在这儿。不过呢，他们还得听一个人的，于总。你看，他呀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一个传说。听说早年间他白手起家，凭着个人胆识及独到眼光，很快就在行内打出名堂。而且他行事果断，从来都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。而且他化名在外，身边有无数的女人投怀送抱，但是呢，他的感情又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有机会，你是新来的，我想你也没有什么机会这么快见到他，是吧？走，带他看那边，这里就是员工的工作区了。这里就是你的位置。你这是坐公交车来的？嗯。上班呢要多动脑子，
没准呢，路子对的话，很快就能像我一样打车上班了。要是路子再对一点，没准根本就不用上班，每天呢就过着开着自己的车送送孩子、做做指甲的小日子。这个皮肤身材倒是都不错，你不用刻意打扮什么，你也知道这些男人们呢都喜欢穿正装的女人。坐吧。啊，在这里上班呢就要多动一些脑子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。嗨，我也是看你呢是苏静的妹妹，要不然换别人我可不会说这么多的。加油工作吧。啊，谢谢。哎呀，老婆啊，你这搬新家写微博呢，还是写博客呢？啊，没有，我这珀莱雅用完了，我再买一个。好了，哎呀，就是关灯睡觉。哎，老公，嗯，你定闹钟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就没有定闹钟那么回事儿，知道吗？现在也没有说什么上厕所必须锁门那么回事儿了，现在也没有是必须回家那么回事儿，这就是我们的天地。你在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讲。医生说了，还要再等一个月。走，把这茬给忘了。哎，没关系，只要老婆在身边，怎么都可以。哎，嗯，你说今天的房东怎么这么讨厌呀？说好的价格他又涨300。哎，你妈也是，想都没想就同意，说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我妈就是怕咱来来回回瞎折腾，知道吗？要不说我都忘了。妈。2万块哪来的？你的妈咪还的钱，我的妈咪给了我，同时他又添了一部分，就算是同意这个房东加价的补偿。其实说到底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也不对，我当初跟你爸妈商量一下就完了呗，现在弄成这样，而且本来我的钱。也是属于咱们那一家吗？来，还给你妈。干嘛？果然是我老婆，跟我想的一样。但是啊，咱们现在还给她，我妈肯定不同意。所以我决定，暂时先留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行吧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为我们的新生活奋斗。为了我们的未来，睡觉。为了我们睡觉，奋斗。哎，我们两口子祝你们两口子这个乔迁之喜快乐。喝不了了。哎，说错话了。嗯，说错话了，吃饭吧。没说错啊，兄弟。嗯，现在看到你这个眉飞色舞、鸡犬升天的样子，哎，真谁鸡犬？没事没事，看看你这用词儿嘛。嗯，真是替你感到高兴。完了，完了。嗯，那你抓把劲儿，知道吗？5年以后，你肯定能追上我。你不知道，兄弟苦。自从上次石上海一别，就没再见过诸位了。要不是借你今天这由头，我都见不着某人。后悔呀？后悔。约我多少次了？那我约。我约人了，可我没有时间。嗯，我觉得今天不适合我们约会。哎，我没化妆，不能出门，是不是你说的？我说的是我说的，但我没骗你是吧？可是我喜欢你。你知道，喜欢一个人不求回报的，但是你却连付出的机会都不给我。这样子哦，那你到底是喜欢我天使的容颜嘞，还是魔鬼的身材嘞？我都喜欢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那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嘞？哪一点？离我远一点。赶紧吃饭吧，太受不了你了。兄弟，我告诉你，暗恋就是成功的哑剧，知道吗？但凡说出来，那就成悲剧了。
尤其你啊，还拿孩子办法。琼瑶阿姨的戏哪个是以喜剧结尾？傻吧你，慢慢。这菜怎么没味儿？来。哎，挑事儿，什么意思？你说我媳妇做的饭不好吃是吗？好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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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。哎，来吧，喝一个吧。来吧，你干了。所有的菜都特别好吃，辛苦了啊！特别好吃，你也没说帮我洗个碗呀、啊？你不是没让我洗吗？你不是嫌我洗的不干净吗？得了吧！哎，老公，嗯，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已经搬开来住了啊，有些事情必须得说明白。嗯，你妈呢？已经不在你身边照顾你了，你也不是这个家的小少爷，对吗？嗯，所以这个家的活是不是应该我们两个人干呀？对呀。没问题啊，我早就想这样了。我跟你说，很简单。有句歌怎么唱来着？我耕田来，你织布，咱们夫妻双双把家还。嗯、好不好？耶！哎呀，树上的鸟儿啊，成双对呀、啊。老婆呀，你看，咱俩都夫妻双双把家还了。陆青那倒霉孩子，他，嗯，啊，你要是有空顺手就帮忙问问于四什么意思呗，啊？行，我可以问，但你必须要答应我个要求。什么？老公，嗯，你是不是最疼我、最爱我、最宠着我的人呀？那当然了。那我明天可不可以去上班呀？不行。说最疼我、最爱我、最惯着我呢？我就是因为是最爱你、最疼你、最宠你的人才不行，因为你的身体根本就没恢复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老公已经恢复好了，而且我每天在这儿待着，我都快无聊死了，我快闲的不行了。可是那你的身体……老公，你听我说，现在我们公司文山给我打电话，现在他们有个大单子，必须要我出马，特别需要我。可是大单子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就让他们管呗，有什么什么文山呀、余悦他们。哎！救命了！救命了！救命了！啊！不许加班。嗯嗯嗯。不许熬夜。嗯。就当是散心了，是吧？行吧，这么着吧。哎呀，嗯啊，谢主隆恩。一个月以后再谢吧。滚蛋！早上关。情况啊，这是你们迎接我第一天上班的方式啊！啊，这我们要是能搞得定，还需要你出马吗？这客户我跟你说，实在是太难缠了，搞得我们都没辙了。这事儿啊，全靠你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这个田有森，他是老客户啊，怎么这么难搞啊？公司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吧，所以才把这事儿交给我这个新手。但是我都去了好几次了，他不是拉着我吃饭，就是拉着我聊天，都不谈正经事儿的。是吗？嗯，我跟文山都去了好几次，都不管用。行吧，这项目交给我吧。姐，其实我这事儿都不想麻烦你的。说什么麻烦呀？那这事儿是不是咱们公司自己的事儿啊？咱俩又是姐妹，这个时候我不帮你，谁帮你啊？对了，听说今天要下雨，赶紧回去吧。下什么雨啊？太阳这么大。行了。什么雨啊？怎么这么大呀？啊！那个伞抖开！哎呀，
不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！怎么了？啊？给那个谁，那房东打电话。不漏水吗？他不是说，你打。喂，房东大哥，你这房子漏水啊，你能不能解决一下？哎呀，这不是那个房子的问题，是雨下的太大了。我们家还在漏雨呢。哎，你拿毛巾堵一下。没事，这塌不了房子啊。什么叫雨太大呀？这明明就是防水有问题嘛。哎，我这信号不好，你大声点行吗？我说是防水有问题。我听不清。喂。喂。他把电话给我挂了。他怎么能挂我电话呢？挂。他假装听不到。哎 ，sorry， 什么人呢？喂，先生，请问你有没结账东西吗？啥意思啊？我都给了啊，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请你接受一下我们的检查。检查什么检查啊？干什么啊？这个你怎么解释？再等我，有人再等我，我告诉你，东西你们拿着呢，是不是？你要是喜欢，你回家用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再等我，我没变态。不好意思，请跟我走一趟。告诉你啊，你太过分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你陈远华，你告我，你要真能告我，也不会现在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把我们家漏水的地方全给我修了。哎，你这人这讲的良心吧，这么便宜的地段，这么便宜的房租，我就租给你了，能不有点毛病吗？合同上可写着呢，房屋有任何损坏，房主负全责，对吗？我再告诉你啊，这个合同也就是随便写写啊，就是到法院，也就是你和我协商解决。你不肯是吧？是吧？啊，给我叫20个人过来，10分钟啊。打什么电话呀你？不是，我问问他，就这事儿。现在是没商量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没，这事儿现在就跟我就有关系了，跟你没事儿啊，没有，就结账了，关系没有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跟你说，有关系，有关系，有关系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事儿现在有商量吗？马上，好上来。那就好，马上。兄弟，啊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啊，那个事成了没？成了。啊，行，成了就行。啊，打着了。他妈的卖化妆品哪来这么大劲儿？握笔握的。这次啊，你们给我做好了，做仔细了。如果再漏雨，别怪我
不客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让我的小兄弟拿链子拴着你们脖子，皮鞋你们，你试试。上面一点。对。你老公太厉害了，哎，你这样欺负人家不好吧？怎么了？欺负他怎么了？就应该这么欺负他。我这还算好的，你没看人陆青，好家伙，这手下的真够狠的。陆青打他了。你甭管他打的是谁，反正最后问题解决了。哎呀，老公，这要是我们自己的房子，哪会出这么多事儿？这不就跟自己房子一样吗？我是说，如果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，就不会出现什么漏水呀、什么打人呀这种事情了。